国泰航空话，因应机组人员最新检疫限制，要取消部分客运航班。国泰话，受到检疫限制嘅影响，唔可以如期运作所有已经计划嘅航班，净系整合而家去到出年第一季嘅航班，作出大幅调整，包括取消一啲来往香港嘅航班，会尽快联络受影响嘅乘客，尽量安排佢哋搭其他机，乘客都可以退钱。国泰为顾客造成不便致歉。